星期六沙田日赛，蔡若翰跳出精彩。今次赛事蔡若翰马房的阵容质量兼备，当中最令人期待的一定是胜得精彩。呢匹上季最佳新马兼最大进步马匹将会复出登场，加埋新胜马跳出世界，亦会配合出击。强阵之下，又会不会为蔡若翰带来精彩的一日呢？第七场一班千四米落星杯，胜得精彩。上季出道在跑马地连赢两场之后，蔡若翰安排他转战沙田赛事，面对胜班兼转场双重难度下，依然轻松取胜。全季七战取得六冠一亚，包括胜出国际三级赛狮子山锦标。今次后准杯赛场合复出，又能不能够再下一城呢？第五场三班一千米直路赛，跳出世界今季部署持续胜得精彩。上场在跑马地赢完之后，今次胜班转战沙田。其实自2015-16年马季至今，蔡若翰合共安排七匹马作相同部署，取得两冠三亚。今次跳出世界，又可不可以为马房延续佳绩呢？密切留意星期六沙田日赛。